kid 他的感情好不好？因为他事业已经很得意。你问对了，我可以直说好不好？他的桃花还有六年。哇！而且这六年来，我告诉你好不好？多少妹追他，倒追他，都是倒追他。因为中间有没有一个姓简的？我跟你讲，重点不在这里，重点是。重点不在那里。重点是许维恩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老师，怎么样？在鸡年财运亨通。反而桃花不输给他。最重要重点是他们两个的恋情能不能拖过狗年，我堪忧。是，你是做效果还是认真的？2018狗年还有两年，那一年就是一个决胜负的时候。还有两年，很久了。要么就分，要么就绝对。狗年年底如果没有这样结果的话，我退出演艺圈。但是有个重点，但是有个重点好不好？但是你说，但是他的心，他的心还没有定下来。所以问题是出在他身上。不是，问题是出在于说他推不推出演艺圈关我屁事啊！问题是很多人关心呐，没有人关心呐。那我就退出算命界。哦，真的假的？转风水界，喂，风水比较好赚。谢谢詹老师，谢谢詹老师，谢谢，要支持詹老师的新书哦。记得狗年好不好 ？OK 哈，超精准哈。